韦世豪告别国安。北京时间2月1日，德国转会市场往中国区管理。区阿塞卡纳确认，国安国脚韦世豪转会恒大，华夏的高准翼也同样加盟。此前就有消息称韦世豪和高准翼即将转投恒大，如今这个消息也得到了权威的证实。国安昨日刚刚宣布侯永永等新员的加盟，他还将身披7号球衣征战联赛，这个号码此前也是韦世豪所有，直接印证这笔转会。韦世豪2017年加盟上港，上赛季转投国安，均未获得稳定的出场机会，不过他还是入选中国队本次亚周杯的名单，但也没有获得出场机会。高准翼2016年加盟华夏，迅速成为 U23 名额的主力人选，不过随着华夏上赛季战绩走低，高准翼的表现也有起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韦世豪和高准翼都是1995年生人，新赛季都不再受 U23 政策照顾，一拳超人。